觉得今天穿的这一身，就是很久没有穿粉红色了。对，我觉得今天觉得自己好，自己本身还蛮性感的。对，因为我第一次穿西装，然后里面没有穿衣服的，里面是空的。对，然后他的裤子呢也是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透。对，所以觉得很可爱，然后又很性感。啊，假如我太太看到，我觉得她也是会，我觉得她也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男生穿粉红色，我觉得是蛮特别，然后也蛮好看的。那女儿会喜欢你穿粉红色？哦，她爱啊，她还跟我讲说，她希望我的车子都可以把它喷粉红色。对，所以她假如看到我这一身，她一定非常喜欢。我觉得她终于穿了我喜欢的黑白的颜色了，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她后面这个粉红色也是海军蓝，然后上面这个粉红色，其实你知道可以让他这个人再活泼可爱一点，因为他一直都没有什么表情。里面这件衣服啊，它上面的 slogan 是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， 就是我们应该全部都是要为女权发声。本身我也觉得非常喜欢这个 T 恤，下面这个裙子我一开始穿上去是觉得有一点害羞啦，因为若隐若现的有一点点性感。